谢谢四位老师，请坐。谢谢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。我们节目是《我是奇葩》，我做主。啊，谢谢。啊，我代表网友向大家问几个问题啊。在咱们这个蒲公英之恋这个组合是吧？对，蒲公英之恋。对。啊，咱们的队长是哪位？ 啊，队长，那个队长，是这样啊。其实我们没有队长，啊，也可以说人人都是队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公司，我是他们的老板，哦，我是他们的老板，哦，是这样是吧？啊，对。那咱们就是我发现咱们这个组合里面是奇形各异啊，就是有高有胖，有矮有瘦，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一个组合的想法啊？这个。 让我好助手德柏来回答吧。啊，是这样。那个我们平时在工作过程中呢，发现这种方式，客户比较能接受，更能跟我们签合同。嗯，对，我们之所以用这种可爱或这种萌的舞蹈来跳呢，是因为主要因为刘威龙。对，他，对，因为我们总部的领导非常喜欢他的性格。您让他说吧。啊，嗯，就是呢，开始他们都特别讨厌我，黑黑的，白白的，美美的。 舞动，舞动，舞动！然后，他们又学我，呀，有了啦，一路飘红的。哎呀，反正讨厌了。得了，闭嘴吧，闭嘴吧，我说吧。好，是这样。我们公司原来呢是特别军事化的这么一个管理，就是我坚决杜绝这种行为的。男人卖萌，坚决杜绝。但后来发觉，在以后的工作上洽谈啊，各方面，确实得到了一些不错的成果。啊。 你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带到你们的营销当中吗？当然会了，会啊。对，是可以的。咱们来，走。来，开始。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，什么滋味？充满想象，失望时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，多试几次，总会回答。 心里有好多的梦想，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。就算天再高，那又怎样？踮起脚尖，就更靠近阳光。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。 青春是我的筹码，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。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，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，要勇往直前的飞翔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好，谢谢。 谢谢，哎呦，真是你们的表演特别精彩。看到你们的表演，我乐了。哎，你看幽默，主持人真幽默。主持人挺讨厌的，挺讨厌。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也是比较尖锐的问题。嗯啊，就是我发现你们的唱的都是一些老歌，你们是那种就是写不出来吗？还是自己没那个本？其实不瞒主持人，我们四个正在共同创作一首最新的单曲。 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，是吧？对，名字起好了，叫软绵绵的喉结。真萌，主持人挺讨厌哈，挺讨厌，挺讨厌。那也是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到尾声了，嗯，我能够为我们观众们展现一下吗？我们都跳了，展现俩了，对呀，跳俩，不再展现了吧？不展现，来。